我3岁开始跟阿妈做环保，做环保可以救地球。刚刚手疼，伊给我倒干粉。做很久会觉得累，可是我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做。有的东西分不出来是什么，铁罐跟铝罐还分不清楚。到不会分的时候，我会问阿妈。跟阿妈来玩保证觉得很好玩。对，那个是纸对。对啦，要加掉，它就是要全白啊。安尼，啊，这块嘛是可以当用。伊就礼拜六、礼拜天吼对我来，我行到对就对我去对对，拢跟屁虫啊，拢对条条。弟弟哦，玩具人也无爱单拆，人会起来吃，要给迄个师姐拆解。啊，怎啊来，伊就去遐敲啊。我捡到的时候发现它有电，它会动。我喜欢来环保站，因为常常可以捡到宝贝。他的嗜好干哪汽车。也都要生汽车啊！对，啊，就是载妈妈、载永杰、载阮二姐，我们载因来做环保。这样子，这个剪刀就压在这个地方，晚上还忙到不能睡觉，做环保，保证的做不见是这样子。这个味道下一代做的啊！啊，妈妈的95岁，做到101岁，过年往生，永杰好干呢。伊拢定定甲我讲，阿妈咱等下看阿祖，伊对阿祖感情很好。嗯、这个是环保站收的了，刚好就一对姐弟一人一个，他没完结，刚好有一个有做记号的。他可能不起眼，可是拿来回家，其实有时候如果说他状况许可的话，你就会把它留起来。像大同电锅，我们就有4台，线坏掉的时候还可以轮流交替这样。这个锅哈，煮煮拢会改跳起来，都是没换电子锅。你看想什么就有什么。民航机队、军队、车队，还有自己的空军、海军玩具回来已经那么多了，不要再去买，那玩一玩就是要送回环保站去，让别人可以继续玩。小朋友东西比较不会乱丢，有时候看到那个东西嘛，他说这个环保站很多，他不会去想要买。只要那边说要祈福。